Hello, L 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 Kate。今天要准备三个训练我们的腹部的动作，请大家一起跟我做吧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训练到我们的腹部，把我们的双脚一样弯曲，把它带起，让你的膝盖跟你的骨盆对齐好以后，90度带高，身体利用你腹部的力量把肩膀带离开地板，把你的双手往前延伸在大腿的左右两侧，右脚伸直往下，不碰到地板，吸气带回到90度，双脚并拢。尽量让你的肩膀不锁死，利用腹部的力量把身体带起来，眼睛的视线看着大腿的内侧就可以了。第二个动作是摆式，利用腹部的力量让肩膀离开地板，双手往前延伸在大腿的左右两侧，稳定你的身体跟骨盆不摇晃，让你的双手往地板的方向拍打，去感觉到肚子往地板的方向收紧，眼睛的视线看着你的大腿的内侧或是膝盖的方向，不要让你的脖子锁死，让你的下巴好像靠近你的胸口一样。做完以后，双脚屈膝靠近胸口，让身体休息一下。第三个动作，把我们的双脚伸直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，膝盖不锁死，有一点点微弯，让我们双脚的大拇指往内抵抗，像内八一样，让大腿往内旋，把你的双手打开在左右两侧45度的方向，在做动作的过程中尽量不去摇晃你的骨盆。我们做完右边左边完了以后，我们换到把双脚外八，这时候利用你双脚的脚跟往内抵抗的力量，大腿同时往外旋，你会感觉到大腿内侧会有一点紧紧酸酸的。做完以后，把我们的双脚屈膝一样靠近胸口，让身体休息一下。